的李君宇。今天要带大家来到的是金门的金沙以及金宁镇哦。山后民族文化村在这边呢，是建于清光绪26年的时候，总共有18间的建筑群，16间是民宅，有1间是学堂，另外1间是王室宗祠。这里是金门现存保存最好的闽南建筑群，就在这边跟着我们一起走进历史，演一场属于你自己的戏说台湾吧。取的是威震京东的意思啦，在这里面呢，查好时间，准备一起去看炮兵操演哦。全体青年都能自由发挥聪明才智，国家的未来才会充满光明与希望。谢谢各位收听，我是涂杰，下次见。是古宁头战史馆。带走了伴手礼，其实来到金宁镇的那一天真的是下着小雨，所以匆匆的看完了北山古洋楼、北山断崖还有北山播音墙，当然也不忘记在这边呐喊个几句咯。最后呢，要带大家来看的是金门老店金合力钢刀。
金门那些打下来的炮弹最后都去了哪里呢？经过高温锻炼以及专业师傅敲敲打打之后，变成了妈妈手上那一把最好用的菜刀，也是来到金门必带的伴手礼啦。以上就是金门的全系列影片，接下来还有烈屿跟大胆岛，千万不要错过咯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 Facebook IG 都可以找到我的踪迹，图杰一起迷路旅行。喜欢这支影片记得按赞并且分享出去，我们下一次影片见，拜拜。